跟雅春结婚呢，你肯定那边要离开啊。妈，这是咱老营养。我早都查袂掉啊，咱这做爸爸嘛，该当出一块雅春物件，嘛看哪个当安尼尔。姐伊啊，感情上拢拢是爸替我准备的。林姐姐，小林姐姐，这本事我一定会拖你做回事。你也是乖乖啉一杯茶啊，因为这杯茶是金姐啊请你啉。心意不是我在闭关创作啊，那雄雄公公是要走去倒位啊？那伊甲叶少强交往，因爸是甲叶家有关系，你甲因惊遐尼，我袂放心啊！我已经知影是谁甲爸害死，我袂让伊安心过日子。我唔准你安尼做。你跟叶川结婚呢，你肯定那边要离开。妈，这是咱老营养。我查都查袂掉啊，咱这做爸爸嘛，该当出一块叶家物件，嘛看哪个当安尼尔。姐伊啊，感情上拢是爸替我准备的。你无支持我袂要紧，我希望你莫破坏我的计划。那么爸在天之灵还袂谅解你。是。少强，我军中，你伤心的细汉查某囝，要你要嫁人啊？你连一杯喜酒拢唔肯啉。我采访你三十年啊，有尽到一个做爸爸的责任嘛？爸老啊，我无咧心情过分，你咧操心吗？爸，金子这个名，你一定要记好掉，伊才是你真正的对手。这样就是你之前讲过的李丁林国华总统。伊不是一个简单的人，若是打草惊蛇，伊就更加歹对付。